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墨，忙你的鲜食西式时装礼包的三师徒已经出来喽。首先的话是忙你的精品，感觉和海报相对比的话，在色彩方面差距的话蛮大的。知道海报应该是加了滤镜什么的，但三师徒建模的整体配色确实暗淡了好多。你们能接受这种色调吗？希望后续的话能够优惠一下吧。然后就是这款皮肤手中的全品和刘莹那款有些相似，身上的玻璃片应该是到时候的常驻效果了。裙子的话除了色调以外还是挺不错的，但就整体建模而言，感觉和马里那款紫皮书记官相比略显逊色。你们觉得哪款更像精品呢？然后再来看一下礼包里的伴随紫过逝去的纪念，三师徒的建模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那个归宿系统的家具，对比此前的泡泡圈和黑胶碟，应该是改变走路的声波形状，还有那个敲杖时的特效，不知道这款过肩效果会是如何呢。外观整体穿上去的话有点像那个洗手池，上面还有几束美丽的花朵，还挺漂亮的，到时候水应该有个流动的常驻效果。具体效果的话还是得等那个建模视频出来吧，不过要是还是这种色差的话那还是很失望的，希望能调到海报的那种色调。好的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